so, I've been feeling so down, yeah. Can you tell me why? Can you tell me why I'm down, yeah? No friends of mine, no friends of mine around, yeah. 好，行，这首歌我可以。刘海变这样。然后今天早上呢，我起床，中午跟我男友约吃饭，所以我们今天来吃这个柏林选茶。我很喜欢吃这间店，因为我已经来了好几次，然后他们东西都超好吃的。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男友去买镜头。来，好，谢谢。好，给房间。凌乱的桌子。一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卷起我的刘海，所以一堆人就问我刘海是怎么维持的，就是没事要一直卷着，不然它就是也会塌。好，我现在要来工作了，因为我刚刚跟 Kiki 有约，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来跟他一个电话的访谈。喂。哦，说你会问一个问题，然后我要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这么突然，我的妈呀。哦，你是说最近最夯的话题。我自己是不看耶、欸、我自己是一个有歌就会有芥蒂的人，所以我其实倾向就是都不要知道。今天如果他手机里有什么真的不能让我知道的东西，我也觉得我看了也不高兴也不开心。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嗯，那就不要发现，拜托。因为我真的有跟我男友讲说，哦，如果你真的出轨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拜托你这辈子都不要让我知道。偷回家，我本先偷再说。可以警告粉丝，不要把它偷走，偷走就没了。哈哈哈哈哈。我的衣服，你最喜欢亚麻大地色。哎，皮卡丘呢？布丁，买一个给你，好适合你，而且还是黄色的。而且男生的袜子有第三件免费，所以你可以买三双。好啊，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看，多适合拍照。刚开幕，那大家就会抢着来拍照吗？我觉得首次日那个排队试穿的会排很长。排很长，哇，梦幻更衣间。林子教。大家早安，好，已经不早了，已经下午快两点了。我今天来运动，而且我已经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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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运动了，大概半个月。我教练已经放弃我了，不止半个月，而且他也没有跟我联络的意思。抵达工作室了。每次我平常运动完之后，我就很懒得换衣服，然后我就会直接搭个简单的裤子什么。今天没有拍摄，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刘海的状态。然后平常头发就是如此的塌。的影片刚刚上线了，
我每次影片上线前大概快一个小时左右，我就会一直盯着。是不是很美？感谢鸡蛋布丁，还要感谢我的 BB， 他们两个双剑合璧。而且差点忘了，我以前是当导演出身的，大家是不是都不记得这件事？我以前念广电系就是都在当导演的，重操旧业呀，是不是很漂亮？然后，对，我现在就是在回网友的留言，这样。所以通常第一个小时如果有留言的朋友，我基本上就会尽量回。那后面的话就是真的是看时间，对，因为毕竟很难一直挂在上面。啊，好漂亮哦！现在是晚餐时间，我跟经纪人在吃晚餐，然后我们点的是一间韩式料理，叫做饭馆儿，是我最近的心头爱好。他们的饭卷很好吃，还有牛肉锅很好吃，豆腐锅很好吃，但没点。然后我们还点了炸鸡跟煎饼，然后他所有东西都有附小菜，所以我们有吃不完的小菜。然后因为我不吃白饭，所以本来牛肉锅还有附饭，但我没有吃。今天这礼拜要录 vlog， 然后我们想说啊，他要录了，我就请我男友把那个陈友慧的声音关掉，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关掉，怎么知道流星雨？他想说关掉，他听不到许愿的声音，因为许愿会铃铃铃铃铃。我就说这一段大概一分钟而已。对，他以为我们直播要整个关掉，没有没有，直播耍废直播就没关系。没错，我们要来耍废直播了。今天什么都没拍，然后就直接来耍废直播，因为现在晚上快要十点钟了。廉价耍废啊！对，因为我今天又待在家，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吹出好的刘海，所以我什么叫好的刘海？就是我平常那个刘海啊，糊糊的，对，你看今天就这样弯弯的，好不好？哦，那我今天这样旁分可以吗？会很怪吗？天哪！哎、欸，你是很久好像以前的你，留长发的你，而且你知道我前几天去运动啊，因为我也旁分，然后我那个教练就说、你看起来好凶哦。我没有，比较像女主管是不是？我以前是旁分，然后看起来就很派。然后我这种留刘海之后就看起来比较可爱，大家就会说我看起来很年轻，不像三十岁。我这样就是一脸就三十岁的样子。我决定我还是这样好了，微微的刘海。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mile. I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Hello.我现在呢人在 Mercy Tutu 的办公室，因为我跟汉娜要来直播我们明天要上架的新品。我现在在他的工作室里闲晃。是。哎、欸，你说你要喝那个龟记的那个蜜，好喝吗？我不知道哎、欸。他说很久就没了。那怎么办？所以我随便他推荐类似的，像什么好啊、哦，这个也很好喝，因为我没喝过。真的、哦，这个很好喝。然后他还帮你加了珍珠。他还说不用加钱，我帮你加珍珠。我说真的吗？我说哦，好啊。哎、欸，龟记这个香柚雷梦绿很好喝哎、欸。真的、哦，因为我不喝甜的。哦、oh, ，我觉得很无聊的红茶。哦，你真的好无聊哦。无聊。好的。啊，不喝甜的好健康哦，难怪这么散。屁啦！你怎么这样？身材很好。屁，要减掉。啊，干嘛这样？好爱不迟到啊！但这身材不会你跟我穿一模一样哎、欸，我现在才发现哎、欸。是小白。漂亮吗？美吗？谢谢。但重点是我刚刚完全没有发现，我刚刚只有看到裤子。没像我今天这么有默契。哎、啊，我有穿什么 L 号吗？ L 号啊。怎么样，舒服吗？有啊，很舒服，那个、很弹，很弹，很弹。多少钱啊？2200。啊，两千二。两千二。满两千二。
很好中，对。大家有要实践 Apple 猜怎么算吗？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 Fabulous 很高，而且很薄。对，不是你说的那种，真的是凉感的，针织毛线的。对，这个背心，你看背心是布的，厉害是因为它这边是打染，所以你拉起来就算不会竖。而且这次是 Apple 当 model 在拍的嘞。对呀、啊，你说你怎么那么会拍照啊？我拍这两只啊，拍两个这 model 拍的很美。看着就有点贵，他走路的时候会这样子飘，或者你走过去的时候，他真的会飘呢、欸。他会看你两眼，有风有风，这个人穿什么裙子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大家早安，今天是 Mercy Two Two 联名款开卖的日子，我特地10点整准时看一下官网，好好看哦，他们真的好会做网站哦，太美了吧！而且宇宙人也太会拍照了吧，他都把我拍的超瘦，你们看，大家喜欢这次的那个风格吗？因为这次平面的拍摄风格也是我想的，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法式然后复古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次在大道城Mercy Two Two 他们帮我租借了一个咖啡厅，然后我跟汉娜在里面拍照。哇 so cute so cute， 好紧张哦，不知道卖的怎么样啊，我一大早就睡不着，9点多就爬起来，好，我要继续观望了。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影片的新频道长这个样子，我今天就是办了这个账号，然后决定以后在这个叫做 Miss Crazy Apple 的频道更新我个人的 vlog， 还有一些比如说穿搭影片啊，或者是购物分享、爱用品分享，就这个频道会比较 lifestyle 一点啊，我觉得。然后原本到处都是疯女人的频道呢，就还是以娱乐型为主，就有趣娱乐这样子，我目前是这样分，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没有订阅者的状态，不知道公布之后会有多少订阅者呢？紧张紧张。然后因为我太喜欢就是这次 Mercy Two Two帮我拍的照片了，所以我就特地选来做我的 banner， 还有我的大头贴啊，好期待这个新频道跟你们见面哦。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I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shit.